民就业开发方案计划执行优良。它可以是环保，它也可以是生态，它也可以是弱就业机会。所以多元就业开发方案共同合作，然后呢方案，那么它在这几年来非常的有成果。五年外国的贵宾，还有各位受奖团体的代表，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小姐，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非常的荣幸参加多元就业开发方案执行优良团体颁奖典礼。我想首先除了要恭贺今天所有受奖的优良单位之外，也要为这些年来我们大力协助政府推动本方案的所有在地的工作伙伴表示最大的敬意，跟我内心对各位最大的感谢。这些年来，劳委会为了有效提供失业者在地工作机会，并促进在地产业的发展，我们积极结合各地的资源，而且寻找民间的团体，我们协力推动多元就业开发方案，促成失业者他能够重回劳动的市场，也迄今共创造了50,000+的工作的机会，成果非常的丰硕，是值得肯定。这些年来，我们失业率维持非常的平稳，去年我们失业率为3.91%，已经是6年来最低的失业率。今年上半年到6月为止，我们失业率再降为3.86%，这个又是同期的新低。如何显现政府相关措施已经具有绩效？在这里，我在这里希望我们相关的单位继续努力。我们希望完成今年全年的失业率低于3.8%这个目标。